五脏别论，好，第87页的五脏别论。五脏别论第11，皇帝问岐伯说：“我听说这个方士啊，有的以脑髓为脏，有的以肠胃为脏，或以为腑。敢问你再继续问他，有的每个人都讲的都不一样哈。然后大家都说就是这样子，皇帝没错。那到底是谁说的是对？好，脏腑的定义嘛，有的人是脑袋是脏，脑髓是脏啊。那岐伯就回答了，把它定义统一下来，因为过去方士很多嘛，好方士啊，好。岐伯说脑髓骨脉的。”好，骨脉胆女子胞这六者是地气之所生，诸位注意啊，所谓地气之所生的时候，好，皆藏于阴而象于地，故藏而不泄，藏而不泄名为奇环之腑。那这就是我们这不单单是我们给他下了定义，好，岐伯下了定义，我们知道它是地气所生，我们知道它是阴，好，也是藏而不泄才是正常，藏而不泄。啊、哦，这叫奇环之腑，这个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诊断，包含我们的治疗的方法。如果它藏而泄，好、哦，或者是不藏都有问题。好、哦，比如说脑里面长东西了，长脑瘤了，它就不藏啊，它就不藏了嘛，因为你营养输不进去了嘛。那这个营养该进去脑部的进不去以后，就变成脑积水了，里面长东西了，哦。所以说你看他这样一句话下来，我们在临证上面看的时候就很明显，它代表它的意义是什么。意义就是说本来是要脑是要直断收藏的，那现在里面长东西的它不藏了，就出血了。好，所以很多人出意外，这车祸一撞到脑袋，撞到脑袋以后呢，整个头肿起来，好，里面有淤血是不是实症？好，这个里面有积水在里面。好，那男人女人是反的，女人呢如果撞到头肿起来，好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。好，男人呢撞了头肿起来，尾气啊不容易死，好救得回来。但女人是脚肿，因为男人女人是反的。好，女人呢脚肿很好，头肿不行。男人呢头肿没有关系，脚肿不行。反的，好，阴阳是正好是相反。好，后面我会大家注意先有个基本的概念，好。我们慢慢会介绍，所以你看很多太太们将来大家当医生的时候临证，你看都慢慢太太那个脚水肿，你问他肿多久了？哦，细打当啊，40年都肿在那边了，那还活得好好的，因为女人。好，男人脚肿不行哦，你看那个男人脚一肿起来，危险了，要大限要到了，啊，有的活不过6个月啊，怎么样？好，很危险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去看人家脑积水、脑部受伤什么，一看是男的，都很好治，这我来。啊，就看到那个女的，好，老师你在哪？好，啊，这个当你了解以后呢，我们以后会有些药也分阴阳，中药分阴阳，哪些是阳药，哪些是阴药？那我们用阳药去攻它，阴药怎么样？那你要知道这个病是在阴还在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奇环之腑，同时属于阴，阴的本性是收藏而不宣泄的才对，好。夫，这个胃、大肠、小肠、三焦、膀胱这五个呢，是天气之所生，啊，其气向天，故泄而不藏，啊，这是消化系统宣泄而不收藏。你如果说你是这个不泄，这个都是便秘啦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你小便不好，怎么个不好？我两天没小便了，吓死了！两天没小便都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便秘，我一个礼拜都不上厕所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脏应该要。要泄而不藏了嘛，现在藏在里面了，对，都要要命的，好，哦，跟脏的性正好是相反。这个此受无脏浊气，名曰传化之腑，此不能久留，好，疏泄者也。那我们食物消化掉以后，还有包括我们的脏腑里面的浊气，通通会累积到肠胃里面去，肠子也把它排掉。所以肠胃里面的东西不单单是食物的残渣，还有五脏里面的东西也会从，好。这个肠胃来排，好，
比如说这是中阁、横阁，这是肺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现在都了解了，因为针灸都很熟了嘛，哈。肺跟大肠呢是表里，好，表里，因为肠子大肠呢是阳，是腑，哦，是阳，所以大肠呢主的是表，肺呢主的是里，好，这个肺主的是里，是表里的关系。所以说，当你肺里面有脏，里面本来是藏而不泄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有东西在里面啦，不管是有水，还是有痰或者什么东西，好，那我们去攻坚的攻它的时候，它会进入大肠，所以它会进入腑的系统，宣泄出去。好，就好像我们攻肝脏，肝脏呢是木，大肠是筋，筋和木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子，这是横膈，筋好，木头在这边。这是大肠是这样子，除了说一个胆，肝脏的代谢物进入胆，排到十二指肠里面，到小肠帮助消化之外，肝脏的下方呢，跟大肠还有一个血管是连到，全身上下就是这个血管，没有少阳，没有少阳就是没有输，没有那个 valve 那个，瓣膜，好，那个我们的血管都有瓣膜啊，那个血过去就不给你回来了。所以血不会逆走，因为往前走，只能往前走，不给你退回来。正常是这样子，而这个没有瓣膜，所以它允许当你肺吸气的时候，肺气下降的时候，筋来克木，啊，筋克木，一压肝里面的血呢，就从这个血管进入大肠，在大肠周围。那大肠得到这个血有力量啊，手得到血有办法握，脚得到血能够走路，那大肠得到肝脏的血就有力量排大便了嘛。好，这是好两个木，上面中间一个木，上面一个筋，下面一个筋，这边一个木被两个夹到，所以这个筋和木之间互相牵制的一个关系。那在这个条件之下的时候，肝脏里面的浊物我们可以利用大肠怎么样清出来？所以中医呢，我们治症要治肝，一定会去治大肠。啊，你大肠不治的话，肝里面的浊物没有办法代谢出来。哦，没有办法代谢出来，没有办法代谢出来，这个浊物一直往心脏跑。正常的清肝呢，哦，是清，清就是肝要保证提供心脏非常好品质的血，还有适量的血，这是清嘛。那血很浊很脏，一大量下去，心脏受不了了，哦，就会出问题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概念，我们对于脏腑的泄和藏的观念。好，哦，这个不能久留，好，疏泄者。那破门呢，就是肛门啊，好，肛门，哦，意为无脏的屎，好，水谷不得久藏，不可以藏在肛门里面，都是无脏的大屎一样，代表能够宣泄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治脏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病人呢，好，会有宣泄，有的从大便排啊，好，都是我们宣泄的管道，把脏里面的累积的屎、累积的东西呢清掉。好，所以腑的消化系统呢是满而不能，好，对不起，脏呢是精气。藏精的所在，啊，五脏的精气所在是满而不能实。实，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，我们这样讲好了。精就是完美无缺、纯营养、纯好的东西。好，就是因为纯好、完美无缺，你不需要再过滤的，所以它可以藏而不泄嘛，就藏在里面也不会坏。这精神的精，好，那藏精。气而不泄，所以内脏是满而不能实。如果说精里面有浊物在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浊物呢，不管是毒素或者什么停在里面的话，就会造成实。哦，所以精是满，哦，不能实。满和实定义不一样。你如果摸它的脉，一摸它是满的脉，就好像水管里面冲水一样，很饱啊，你摸摸，很饱，这个水很多，那个。你把那个同样的水管的里面的水，同样的情形，你把它放冰冻里面，那个血管冰起来的时候硬邦邦的，那就是实。哦，所以我们脏呢可以满，但是不可以实，因为脏是藏精气的所在。那腑呢，反过来，因为浊物的所在，很多脏东西都在腑里面，是好，绝对是可以实。好，脏东西可以实嘛，好，可以有浊物在里面，但是不能满，意思就是说随时要宣泄掉。好，新的东西要取代旧的东西，要排泄掉，不可以胀满在里面。好，这是
常态，藏汉夫人。啊，所以现在诸位这一段呢，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所谓的齐桓之府，在《内经》的定义里面呢，被列为阴，啊，是藏而不泄。所谓阴藏而不泄，就是精气之所在，不能有浊物在里面的。啊，那你就想有浊物，我们去怎么样去清它嘛？哈，就开始这样子。啊，所以呢，水谷入口到胃的时候，停在胃里面，胃是食，肠就是肠里面没有东西嘛，还在胃里面咀嚼。那等到咀嚼完以后，食物到了小肠里面以后，变成肠是实的，那胃是虚的，好，这就是腑的关系。所以说，实而不满，满而不实，好，这是对五脏腑的下的定义，还有齐桓之腑所下的定义。好，第89页呢，皇帝就问岐伯：“气口何以独主五脏？为什么我们手上的这个脉？”气口可以侦测五脏，好，那岐伯就开始回答了。好，胃者水谷之海，六腑之大源也。五味入口，藏于胃，以养五脏。气口就是太阴也。好，所以五脏六腑之气味接触于胃，便见于气口。这怎么解释呢？好，手上的脉在这个地方。在我们念中医的念针灸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属于手太阴肺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是肺经的地方。那手太阴肺经呢，是筋经，筋的筋。好，那我们是脾胃呢，是土，土是不是生筋？由于土能够生筋，所以金土的那个精气呢，在肺上面的时候，就会表现在肺的气脉上面。好，这是肺的气脉。所以肺的气脉在这个地方，由于它是由脾土胃气化生而来的，所以它可以代表五脏的脏气的所在。这是岐伯的解释。好，岐伯的解释。那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从光是手上的脉，我们就可以来诊断五脏的气脉的兴衰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我们看第89页。好，皇帝说：“为什么气口独主五脏？好，可以从气口一个脉，好，可以查到五脏呢？”好，岐伯就说：“胃者，水谷之海，六腑之大源也。五味入口，我们讲气和胃，气讲的就是阳，胃讲的就是阴。讲五味呢，就是酸。”苦甘辛甜，好，酸苦甘辛咸五味，那五味入口以后，藏在胃里面来养五脏，五脏的脏气从这里来，好，那气口也就是太阴，好，太阴就，所以说五脏六腑的气味皆出于胃，好，源头来自胃，便见于气口，好，所以五气入鼻呢，我们天的五气入鼻，好，这个天气的这个那个。好，春夏秋冬这种节气的也藏于心肺中间，所以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，所以鼻子呢可以管，有这从这里可以知道肺呢管鼻子，好，鼻子有问题的在肺上面。所以说岐伯说，凡是治病必察其下，好，我们要看他的大小便情形如何，然后再看他的脉情形如何，然后再仔细观察病人的情志，好，病人容易动怒，好，病人的神阙有时候很怕，好，很担心，好，很忧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好，就可以查到他的病的所在。那你如果这个病人呢，就居于鬼神，好，不可语言自得，就是病人感觉到神鬼啊什么样子，哈，这种，然后还有呢，怕针，你那个怕针，怕针灸的，也不可以语言他的，哦，中医有多好多巧，然后还有病不许你治。这种都不要治了，好，岐伯也这样讲了，不是我们这样说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我们有常常遇到病人啊，遇到病人很好玩，那老太太来，好吃药，说，哎，我不能煮药，我们家邻居闻的药味好，都会反抗。其实就是你不想吃嘛，他故意说我们家邻居闻的药，那你不要吃汤药，让我们开丸剂给你，不行啊，丸药丸我吞不下去，那开胶囊，胶囊我更吞不下去啊，那药粉好了，药粉太苦了。哦，那我们帮你扎针好了，对，我不喜欢针灸，那你来干嘛？好，这都有啊，啊，真的会遇到，那你来干嘛？对，然后他想想，哎，对啊，我来干嘛？好，这个就是来
那个病人来就是让医生宠一宠他，你知道老太太嘛，好，来看看医生，他觉得很安心，至少我看了一下医生，这种都有啊，里面和什么人都有，好，好。那这个由于中国的古书哈，千年传下来太久了，所以说很多有时候它有的断简残篇，有的失落了。所以前面你就突然讲到这个气口五脉，然后又讲到这个人的病人跟医病之间的关系，哈，好像有一点不太搭嘎，我们也就没有办法，因为传下来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中间散失了一些。